钱财起害心，这边我们打因为，右手比钱放在额头，就是贪婪的贪。钱财的话，我们打财的字形，起害心起不打，我们打害的字形向外，就是害别人的那一念心。下一句，夺人珍宝害人命，夺人珍宝害人命。夺人，我们右手把东西从别人那边夺过来，然后再比人的动作。珍宝我们一样比钱财，害人命的话，我们由左向右打害的字形。火成口欲七杀心，时时血肉杀群生。我谋钱财起害心，夺人珍宝害人命。火因喜满起杀心，践踏蝼蚁伤他命。我因邪心起杀心，杀生出即鬼神。我因喜乐起伤